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店区百福里的里长林彦玲，欢迎大家来到百福里。我是2018年第一次以素人的身份参加里长选举，因为当初是因为父亲病重，那我曾经跟菩萨许下一个心愿，就是说如果我的父亲的病情能够好转的话，我愿意贡献心力来从事公众服务的工作。那么后来父亲真的如愿好，病情好转，那么我就是以一介素人的身份，然后同时透过环保竞选的方式，也就是不成立竞选团队，然后也不成立竞选总部，不张贴那个竞选的旗帜，而且不租用广播车，那么只用了1万多元的竞选经费，成功的挑战成功原来8届的里长，那么就成为了新任的百福里里长。当然啦，因为里长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良心事业，那么因为里民的对于生活环境的改善，他们是有非常直接的感触。我相信在我在任这3年多来，里民最大的感觉就是我们的里变得好干净。那原来一些里民不小心堆了很多杂物的脏乱点，都透过里长姐我本人还有志工的去协调之下，慢慢的每一个角落原来堆满脏乱的垃圾的角落都变成一个清新的小空间。所以其实我当然对我自己的努力是打100分的，但是未来的目标，我们还有很大的目标，是让我们的里可以变成，我希望乡亲走在我们的里里面，就像是走在其他的旅游名胜一样的景点，让他们觉得说我们的里非常的舒适，非常的干净。在我上任以后呢，我发现有许多的乡亲，他们常常整理家里或是搬家，会产生很多的二手物。那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处理这些二手物，于是他们就把它当成垃圾，那我觉得非常的可惜。所以呢，我就成立举办一个活动，叫做你的旧爱我的新欢的活动。那么在我的脸书上面创设了一个虚拟的里长姐的免费干妈店，然后让里长成为这些物品的交流中心，那么把爱护动物的口号以领养代替购买也推广到这些二手物上面。那么里民呢，在脸书上面看到这些二手物，觉得哇，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因为非常多东西几乎都是全新的，只因为里民他没有办法，他不再是他的，不再喜欢这些东西，或者他用不到了，他就把它当作垃圾。那我想传递这样的观念，就是说在这些垃圾，在这些这么好的东西变成垃圾之前呢，我们让他有一个机会，有一个更好的机会，让他变成别人的新欢。所以为什么我把这个口号叫做你的旧爱我的新欢，因为每一样二手物我们细细的品尝，细细的观察它，发现它在当初一定是这个物品的主人他所喜欢的东西才会去购买。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循环呢，让环保真正落实到里民的生活里面。那小到文具，大到家具，从我上任以来已经送出去1000多件的东西。那甚至有一位从南部来的学生，他需要一个柜子，但是他住在比较远的地方，那么我呢就用摩托车把这个柜子带到他手上。当我看到这个学子他拿到这个柜子心里非常开心的样子，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那在三民路上面，因为很多店家林立的关系，所以过往的行人过客都非常的多，导致呢很多人就把烟蒂啊垃圾啊丢在我们的花台上面。那么我就去收集一些废弃的罐头，然后把它彩绘。那因为我本身很喜欢猫咪，我就把它各式各样的猫咪把它彩绘在彩绘罐上面，然后再把它这些烟蒂罐呢放在花台上面，成为环境的守护者。那过往的路人呢都觉得说，哇，觉得这个小小的烟蒂罐同时解决了花台脏乱的问题，也成为我们里的一个焦点，吸睛的焦点。因为我本身是文法双学士，第一个学位就是广播学位，广播传播学位。那第二个是法律学位。那我本身目前又是担任地震室的工作。那么在地震室的部分，因为很多里民他们就把我这个里长姐当作土地婆，因为每个里民他一辈子可能不会有很多次买卖房子的经验，那么在他们面临到要买屋换屋或是其他关于房子的事情的时候，他们都会很紧张，因为怕上当受骗。那么在地的里长姐如果是地震室的话，
他们觉得非常的安心，所以他没有任何的法律问题，甚至最主要是关于地震方面的问题都会来找我，甚至有别里的里民也跟里长姐说啊，我不是你的里民，可以请教你吗？当然没有问题，跨区服务让大家知道自己的权利，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百福里是一个非常棒的区域，那因为它闹中取静，我们后面有美和市，美和市有一个开放空间，所以很多的乡亲在傍晚的时候都会走上步道去散步去散心。然后另外一边面临三民路，又是商家林立，所以呢你要吃喝玩乐其实都可以在这边找到你想要的，不管是店家或是食物都非常的方便，对，而且美食林立，欢迎大家来这里活动。百福里大部分都是4到5楼的公寓，那么我们知道在都市更新方面，那我也跟很多一些建商啊他们聊过，目前来讲这些4、5楼的公寓应该是在都市更新上面就是一个很好的标的，但是我们也希望说顾及这个住户还有建商的双方的利益，是希望能够达到双赢的效果，所以如果有建商来洽谈的话，我也很开心可以当做中间的中介者，然后给里民很好的资讯，让他们可以做一个谘商的管道。我相信我们百福里应该是未来都市更新很好的标的。我们其实之前就住在一个很小的套房里面，但是我们一直很努力，想要赶快赚到钱，拥有自己的房子。好不容易存到钱买，却买贵了。其实4个月前才成交了1000万的房子，转手给我的时候已经到了1500万。才短短4个月，它就贵了500万哎！你知道那是我们几年的薪水吗？买卖房子不想被骗，请指明实价登录完整揭露到门牌的房仲，永庆房屋宣示未提供买方前一手成交价格，买贵保证最高退300万，先诚实再成交，永庆房屋。订阅好房网 YouTube 频道就能收到最新通知。